这是给你爸的。哇，谢谢啊。这是给你爸的。媳妇儿，你太棒了，还是你妈对我好吧。鸡爪子，我动，这是你爸爱吃，让你爸先吃。谢谢你啊。妈，那我吃啥呀？不好意思了啊。够吃吗？不够吃。那这样，姑娘，你别吃了，留给你爸吃吧。哇，够了够了，姑娘。真是的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先吃点鸡爪也行啊。姑娘，这鸡爪挺好吃啊。那当然了，这样吧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我吃的这个无骨鸡爪啊，不仅好吃，而且还干净卫生。你看啊，每个个头都很大，看啊，是不是都很大？没有边角废料啊，吃到嘴里啊是 QQ 弹弹的，还没有腥味啊。现在呀，到手是这样的，两斤装啊，而且啊还是给你包邮到家的。感兴趣的姐妹们，我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吃饱了吧，老头子？这啥呀？吃饱了。来，姑娘，新出锅的帝王蟹，大闸蟹。这么好吃，大闸鸡的才拿上来呢。那我姑娘准备的。你咋这么偏心呢？我也天天吃独食呢。啊。下一份该是我的了吧？这是给你看。呀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哎，这是我爱吃的，给你爸爱吃的，给你爸吃。哼，还是你妈对我好啊。妈，那我吃啥呀？老头子，你够吃吗？你说够吧？哎，好像差点。这样，儿子啊，你是说爸还说差点？你给你爸吃吧。啊呀，这个够了，这个够了，够了。妈，这是怎么了？以前有好吃的都会先给我的。老头子，你快点吃，一会儿儿子省着儿子抢你的。哦，明白了，儿了。你愿意吃自个儿买的呗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这些全都是我的饭。给大家推荐一下，我现在吃这个无骨鸡爪啊，它不仅好吃，它还干净卫生，每个个头啊都很大，你看看是不是都很大？看，吃到嘴里，我跟你讲啊。脆脆弹弹的，还没有腥味啊，干净卫生。现在到手啊，是这样的两斤装的啊。东西啊，给你们放在视频左下角了，喜欢吃的可以拍一单尝一尝。哇，赞。老头子吃饱了吧？儿子，来，新出锅的帝王蟹和大烧鸡。哎呦，我都吃饱了，你拿上来的，我也要吃。你不怕撑着我？打住！干什么干呀？我都看见了，去去去！我拿过来吧你。今天看看有什么惊喜。给你这，给你这个破瓜吧，让你一次吃个够。这我妈给我做的面。老头子。
你能不能好好选一个啊？去去去，做你的硬菜去，我知道还有。天天就知道吃吃吃吃吃吃。香蕉你也抢？不是，你给我留点，就这一根。今天我告诉你，这鸡爪你再跟我抢，我就让我老去揍你。你得吧。面还不用吃啊，还抢我鸡爪。这鸡爪挺好吃啊。这样吧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正在吃这个鸡爪啊、哦。它不仅好吃，它还干净卫生啊、哦。每个个头都很大，看看。都是整根那种鸡爪，去骨留筋，吃到嘴里啊是 QQ 弹弹的，还没有腥味啊。现在厂家有活动，到手是这样的两斤装的啊，东西给你们放在下方小车了，喜欢吃的可以多囤两单啊。好吃啊。吃饱了、啊？吃饱了。看看我这有啥好吃的啊？哎呀，啥也没有。这是啥呀？烤鸡。来来来，今天老头子吃大份儿，头子你就吃小份儿吧。等会儿，这里面一定有的。老头子，这里头有惊喜。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吃了。这回怎么有惊喜呢？帮他还不信，真是没救了。老爸，你确定不吃大份的呀？我都不搭理他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娘俩在整我吧。果然，这个碗里也有蛋。看来这波操作赚大发了。又一个。老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的小分泥放这么多蛋？这个碗我明白了，原来好吃的在这里面。咋的？没鸡蛋你就不吃啊？我等你先吃完，我好吃肉。还想死？我真是太低端了。这火锅还挺辣的呢。肯定辣呀，就买的重庆火锅的。你再尝尝那粉儿，贼好吃呢。磕磕弹弹的，哎呀，真好吃。我最爱吃鸡爪。家人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正宗的重庆自助火锅啊，它是纯牛油锅底的，像你在外面买这样一盒啊，至少要15块钱，对吧？来，今天啊，我给你两盒，这样。再加两盒，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三盒啊，到手7盒啊，只要39.9块，这一盒才合5.7块啊，真的是巨划算。你吃完之后也不用刷锅了，也不用去买菜了，对吧？东西啊，给你们放在下方小车了啊，喜欢吃的真的可以去多囤两单啊。
快点吃啊。这我也可脆了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看看你这大份里有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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